好，这网友啊实在是很可爱。这最近做的哈，2013年5月，最近台湾人眼里的邻近各国哈，印象中日本有甲咱逮捕一艘渔船嘛，最近哈，说好想去迪士尼乐园哦，去当家嘛，啊说这个国家叫 A 片供应大国，这是北韩的哈，飞弹到底射不射啊？世界最性感的男子一个是公金正恩，啊，这个是复制人军团哈，这是对公这几个，南韩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韩国小姐选美竟然1号、2号、3号款改都一模一样，刚刚就到30号都差不多，所以其实为难的评审。OK， 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叫黄色大丫丫，讲的是香港对。然后这个是孟加拉啊，这老虎嘛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正妹都是人妖吗？这是讲泰国哈。情缘这是你讲越南跳，为什么越南是情缘？而且海南岛不去海南才知道哦，海南啦，应该去了海南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。哎，啊，马来西亚讲会停电，可能是你讲最近算计哈。嗯，哎，这我们一栋有了有够行的，但是有点落后。嗯，好，落后几十年有了，落后40年以上。嗯，踹供以后再也不去长滩岛了。好，骇客的靶心，最近我们的这个网军啊，跟菲律宾捡起来。嗯，那这个就是台湾哦。嗯，快逃啊！蓝色小外套，写立功台湾呢。对啊。为什么是蓝色小外套？为什么利用？啊，说实在的，现在台湾人看到周边任何国家的船啊，或者什么，当然都要快逃啊。嗯，对吧？啊，不利边喏，啊，穿上我们现在不是蓝色执政的小外套嘛，啊，大概要给你照啊，嗯，对吧？哎，那你想让那家落哈？什么样的领导人就有什么样子的政府啦，啊，有什么样的政府，其实人民就会很悲哀啦。哎，那刚孙将军讲说菲律宾是个垃圾国家哈，我要支持他一下，我特别找出来，其实菲律宾有全世界最大的马尼拉周边有全世界最大的两个垃圾山，好，那你想想看，一个垃圾山旁边可以养活30万人呢。那菲律宾有个那个纪录片哈，就 Smoky Mountain， 跟那个因为垃圾山其实都会冒着烟，好，都会冒着烟，所以它有两个最大的叫做冒烟型，你有沼气的关系。对 ，Smoky Mountain 跟应该是 Payatas 两个垃圾山，这个垃圾山哈旁边都是几万人在过生活，好，那这个垃圾山，他们有那个纪录片去拍哈，嗯。你知道，因为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嘛，他们这些小孩子去吃馊水，去吃垃圾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还是要祷告的，他们感谢主，全家祷告，感谢我们有垃圾可以吃。嗯，好，菲律宾9000多万的人口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，它有40%的人口一天的收入大概相当于新台币60块钱。哦，一共以40%的人，40%的人口。是几乎是全世界最穷的，所以你看这个国家穷怕了，所以你看有力量，只要稍微有力量有枪，干嘛抢劫？偷拐抢骗。其实何止我们的渔民被偷手表，我20几年前去菲律宾采访，华侨坐公车，手上戴着手表，被人家用刀子在公车上砍断手，就抢他的手表，而那个人还可以这样子从容下车。案子至少我在采访的时候，因为那个算是个大案，坐在马尼拉市的公车上，手拉着公车，车上没有别人吗？有，但是歹徒可以从容下车。好，所以你菲律宾是在一起这乱的国家，那因为各地政府控制又不好，那军纪也好，警察的这种风气特别差。嗯，我20几年前去采访他的总统大选，就是罗慕斯当选那一次，啊。40几天下来，我当然累积了一些报纸，我想留回台湾，带回台湾，哦，想总留个纪念，也准备也收集一些资料，这样。哎，要带报纸出去，海关人员呢就指着个报纸，嗯嗯，这样就是连我要带报纸出去都要给你比这样子了，我当场报纸就还他，要不我会省得带。其实要了解通关密语叫 money， 就啊，他就这样子啊，我个蛋壳衣啊，他也没辙，哦。其实我觉得菲律宾人哦，我在那边45天，我觉得一件事情啊，第二个派，他很会骗人。第二个你要凶他，嗯，比如说我在菲律宾买一些袋子，你看他里头偷工减料，我发现有瑕疵，我要求退换，
哎、欸，那小姐不理我，就拍桌子。哦，那乖乖的去拿回来，就去拿新的给你，而且还检查给你看。嗯，所以因为那二十几年前那个经验哦，我到现在没有再去。那个拍桌子人给我人压钱，我说灵啊，有可能啦，有可能，因为我可能那时候年轻气盛哈、哦，这真的比较凶，但是我发现凶对他们那些人有效。嗯，所以这一次啊，你看他们那种态度啊，我觉得马英九这小孬孬哦，这样搞下去哦。我认为对菲律宾佬，你就是很简单，就是给他一个非常难以忘怀的记忆，嗯，从此他们就乖乖，这个国家就是要这样子。那这个陈先生，你听我讲，啊，那是我你像你安尼穿这个3000块美金，啊，伊若感觉伤少的时阵，你变呐？啊，伤少，伤少，往贵的拜托我。哎，贵落来，啊，贵落来。啊。你尊重贵，但是大家拢贵。大家拢贵啊。哎。啊，贵落。啊，贵会行，贵的贵会行，拜托会行，百元走袂行，嘛是搁一味啊。啊，不过英语敢未通？英语未通啦，妈用变的啊！嗯，一半句啊，一半句土话，我白讲啊。白讲啊！伊若阁无满意咧？啊，无满意，阮就是从来要砍入去。嗯，砍入去就是意思，就是要讲条件啊。不啦，你迄只较大只，你六十栋的呢？啊，六十栋的较有钱啊。啊，伊的船会比你较大只未？船哦，免我大只，螃蟹船都我都能砍啊。几栋？嘛，伊旁伊免大只，伊只要顶管有武器的，等下伊开啊。有枪的使啊，有枪的，有枪的使。旁边我大只啦，扣到你就要先逼着，先把船长先打船长，先马上来喝止你，先整个墙堵住，你尊重你乖乖，尊完就乖乖。哎呀，跟你争未？争我就袂争的，拄着就争伊啊，难摸啊，你不要停的。你摆有只过无？摆啊，摆啊，摆都我只过都无卡你啊，气温好啊。嗯，就是没遇到，你直接遇到。啊，你好久寡久？我还做3-4点钟的。哈？哎，三四点钟就远啊嘞。对啊。啊，所以讲伊船啊速度无比我那更小可啊，因为差不多4-5海里左右我就过啊。嗯。啊，伊船啊海里差不多，加我差不多2海里安尼在就过啦。伊的速度比较紧了，啊！想到后来，啊！想到以后来放弃啊！伊啊，反正阮就是有，我咧讲，我咧军啊，做障碍物啊，等待来追因啊。嗯。阮有机会人，搁做障碍物啊。哦哦哦。就是障碍物都一边逃咧，一边丢一边东西下去。丢东西那个障碍物海上啊。哎，鱼架掉啊！伊在。他就是把那个罐子可以浮的罐子啊，还有一些旧的渔网、绳子啊，这个东西就丢下去，就希望缠住他螺旋桨。下四秒要上来，就3-4点钟，那是足长的时间呢。就像这只流水船同款哈，放大型同款嘛，那是纯粹哦。我去船啊现场看哈，那纯粹要死的，那个弹孔哦，真的是连船底哈，因为一般碰到这个海盗或是碰到那个被追的时候。因为塞船的人最清楚，拢开大车，就是紧绷啦，就是全速，然后自动驾驶，人拢立了一叠船舱内底。迄船长是只有船舱内底拍死的呢。迄船长是船舱，伊甲因囝婿、甲因囝、甲因迄伊印尼籍的迄一个船工吼，伊是要甲伊是准备把这个财产要交给他儿子去打，就是教导他啦。嗯，跟侬密里亚奇，那个船舱都被打得。那个远远就从驾驶舱打，然后一打到船舱底那个、喔，那个鬼的浮球给他上架了，他看哇，那整个弹孔林立，那准备没有戏。如果说这一次我一句话就好，如果这一次如果打中那个油箱啦或者机械啦起火的话，哎，这个无头公案呢，无头公案呢，准爆炸，修了了。对他们这次打啊，他们讲先是找了一个人说这个人干。叫这个人出来承认一切，这是骗死人，你知道？这个我们这个船整个都是弹孔，它最少10个人以上用2种不同的武器在射击，而且射击子弹呢，不是你看了这50几个孔而已啊，最少上1000发以上的弹药，因为在海上射击啊，有海浪起伏，它那个船小，根本瞄不准，你知道？差不多，你看100发能不能打中1发吧？差不多是这样子。那你我们去过外岛，知道你像在船对船，如果用枪战的话，你100发能打中1-2发就不错了。所以像刚才他都命中到50几发，表示是倍数的发射量，他应该1000发以上。像这个船只要一跑，他们就追杀。如果你被追上了，一定是灭口。所以他运气好，跑掉了。就看一下哈，啊，这个最新的一周刊了哈，就是都是这边。啊，这里当然这是这个模拟图哈，这就是这边菲律宾迄个 MCS-3001，这就是咱的广大星28，因啊掠这个
机关枪一直弹一直弹，所以弹孔找到50几个。他都潘委员讲讲，那是尾啊，隐秘的下卡。对对，秘的下卡，因为伊枪支弹在海底吼，较袂怎阻力冻掉的，所以咱到有他。有这个啥？因惊死，甲因这个其他这三个到我就生还吼，安尼。啊，你若秘密户都带起来啊，吼。所以等一下回来就说啊，那真正第一，因那也别安尼亏钱。第二就是讲，那你们一旦被抓以后，你们要怎么去交涉？因为找咱的政务跟他无效嘛，吼。等你过来，这个进场小问一下，好了，先休息，进广告。啊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政务部啊。